等赖前院长共同起身合影留念，请媒体记者移步至台前拍摄，请长官贵宾先看中间。把整个 3D 的太阳式的模型都建立起来，而且它是，像 Google 街景车，它其实是每半年还是甚至一两年它才更新一次。但是因为我们跟市府合作的话，我们用市府的公务车啊或什么，其实可以做到及时的更新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即使你路上你看到哪边道路有一个洞啊，或者是说你今天有农业损害。有无人机飞过，它可以就可以知道，就是说哪边的农损有多少，那个这我们都可以做到AI 的 model 来做。